我先赶快穿一下。现在你们在讲装备了吗？我不明白。哒哒哒，哒哒哒。收集时间再一次去抽。哇，避迷糊啊！天啊！然后呢？我学一下。欸，其实我没有在乎我抽到什么了。我现在目标，这些攻，除非有 UR 的吧。我现在目标也看很开啊。你干嘛啦？哦哟！没有按照顺序啊。SSR 先念听不懂你。就我发现聊天室自己聊得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立功讲了吗？立功看一下，还有双刃刺杀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了哦。什么？